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昆汀王友军。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套在尔湾 Altier 市区里 Two Brothers 建商 Meridian 的 Atlas 样板间。这个样板间是5房5.5卫，室内4668尺，占地8363尺。小区的物业费297，地税仅为1.3左右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敞开式一体式的现代化厨房，在我这边是一个60寸超大容量的 Sub Zero 品牌的冰箱。这个冰箱呢，在建商这边申请的话是要花额外14000美金。那么在冰箱的后面有一个隐藏式的 pantry， 非常强的储物能力。再往这边来看，双车位的车库可以直通到厨房。样板间电器的配置十分齐全，微波炉配3个烤箱，前面还有9柜，满足了业主居家的需求和宴请朋友的各种场合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样板间的设计，台面选用了不同的颜色，搭配了这种深色的橱柜，显得十分的高级。再往前面就来到了这栋房子正式的会客厅，宽敞明亮，向南的方向让这个整个的房间更加的通透。我们的前方来到了我们的休闲会客区，也就是我们从正门一进来的位置所在。再往前到了房子的正式的餐厅，可以容纳8位座，也是同样面向后院。餐厅的左手边呢是一个升级的9柜，24小时恒温。这个9柜升级的话需要35000美金。房子进来的左手边呢，这边首先有半个洗手间供1楼来使用。那么它的洗手间正对面呢，还有一个一室一厅的一个套房，这边是一个客厅。这个一室一厅呢，就非常方便家里的老人和朋友来访。现在随我来看一下这栋豪宅样板间的2层。通过一个非常宽敞气派的楼梯，我们上来之后，首先左手边是一个多功能的 loft， 现在做了一个小朋友的写字台，还有一个家庭的影音房，也可以做书房、电影院，都非常好，空间也是完全足够。从楼梯上来的右手边呢，在2楼分布了4个卧室，其中有3间卧室都是朝南的，采光非常的好。首先第一间是一个次卧，建商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的一间房间，然后配有自己的洗手间。通过这条走廊再往前，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间卧室。第二间卧室同样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风格，然后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洗手间，并且有步入式的衣柜。再随我看一下它的主卧吧。我往前面来到了主卧，空间感非常的大，然后你看有它非常漂亮的这些吊顶。这栋房子的售价呢是388万，售价包含了房屋内所有的升级家具跟这些设计的费用，包含了很多，比方说我们还有这种 speaker 这种搭配，包括庭院。再来看一下它的主卫，双岛台，配有立体式科勒的洗手台。浴盆的对面呢是这种淋浴间，它的背景做了这种水波纹式棕色和白色大理石瓷砖的设计，与地面相衬辉映。整个房子的一个设计的基调呢，就是以这种棕色系为主。包括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
步入试衣柜。步入试衣柜呢，建商也是做了升级的一些装饰，包括了这种灯管啊、橱柜都是需要额外的去定制的，所以这些都是包含在一个售价里面了。这栋房子呢，处在 corner lot 一个边角位置，只有一边有邻居，所以隐私也性也特别的好。从它二楼的主卧看出去，可以远眺到光谱中心和尔湾的城市景观。那么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的主卧有一个超大的休闲露台。这种露台呢，在我们这边的房子里面并不是特别的常见，并且它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从它这个二楼的这个露台看下去，就可以看到自家的一个庭院，占地8000多尺，在尔湾内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占地了，并且这栋房子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势，可以看到它在小区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，可以远眺到这个社区中心的绿地，包括会所就在我们前方，步行大概也就5分钟的时间。那么看完了主卧，再随我来看一下二楼的最后一间卧室。这间卧室旁边还配有一个洗衣房。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洗衣房，里面洗衣机、烘干机也都配套在内，并且配有一个水池。洗衣房的右边呢，就来到了一个非常充满童趣跟露营风的儿童房。我相信如果你买了这套房子，您的小孩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风格，充满了童趣。这个庭院呢，十分的吸引人，有这种东南亚休闲度假的风格。看它的种植的树木，包括泳池跟水系的设计，包括这种地砖与假草不同铺法，都是十分的精致。那么这栋房子呢，光这些庭院的设计啊，包括跟这种地块的费用就已经超过100万，所以呢，现在这个售价是物有所值。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.